乐会。妈妈的爱开启了我的心灵世界，还有许多人成就了今天的我。妈妈，妈妈，自弹自唱，嘹亮嗓音，盲人钢琴家许哲成唱出对妈妈的感恩之情。有一种喜悦，是无私的付出。国际级水准音乐会让全场深深陶醉，目的只有一个。我们是有一定的坚持跟使命感的，很多的专业媒体人要来跟各位人文荣董菩萨说感恩。有的是他去打工，然后慢慢慢慢的存起来，存起来成为荣董菩萨，也有实业家、企业家、环保志工一起来，那很高兴，就是说大家都动起来，能成就今天的因缘。数百人共聚新竹静思堂参与人文感恩音乐会，因为都是长期支持大爱电视重要推手，其中圣根教育21年王平东夫妻俩的爱心也不落人后。尤其我们上人一直告诫我们要多做好事，口说好话，我个人觉得说为神想向上人。然后在社区方面，我个人自己也从事老人关怀站4年下来，我们就是固定每星期二就是老人关怀站，那这个关怀站里面的老人成员差不多有70来位。因为爱与善相聚一堂，让现场温馨感动。带新闻消息解询好。